Hello， 大家好，我是 Sony。今天呢，要来开箱 OK 的福袋。对 ，OK 便利商店推出的2020鼠年的福袋也已经开始开卖了。这次的福袋呢，是一个100块，数量说是10万个，比去年多，因为去年只有1万个。所以数量是有比较多一点，说它里面的商品价值呢有超过300块，对，你买100块的福袋，里面价值有超过300块，听起来 CP 值就很高的样子。好，那我们直接来开箱，看它里面的价值是不是真的有到300块，或是更多。好，那我们直接把它开箱吧。先开第一包，它的封面就是很有新年感觉的红色福袋，然后上面有一只小老鼠。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停顿了一下，看起来很像是小猪的样子，好像它只是比较瘦而已，就变老鼠了。哦，下面就是放它游戏的代言人吧，对，就是吴宗宪跟王彩华，对，放他们两位。然后后面呢，就是他这一次除了里面的商品奖项之外会抽的奖。好，他一奖呢是旅游金10万块，二奖呢是液晶萤幕，三奖呢就是空气清净机啊，气炸锅啊，还有他 OK 的礼券。对，好，然后另外就是他加码的东西。好，那我们看一下他里面实际的东西有哪些。包满天星，熟悉的零食满天星，张君雅小妹妹的休闲丸子，软糖 QQ 糖，就是软糖吧，对，就是软糖，面纸三包，阿萨姆奶茶我应该等下就喝掉了。哦，还有一罐无糖的红茶。然后它里面真的有给我复刻牌耶，袋子外面写加码送，我以为也是靠运气，然后它真的里面有，对，有一个复刻牌。哦，后面应该就是它游戏的那个虚宝的点数吧。对，看起来它的那个加码送应该每个福袋里面都会有复刻牌跟后面它游戏的虚宝点数。好，这些就是第一袋福袋里面的商品，还有重点就是这一张刮刮卡，我有没有抽到奖项就看这一张了。好，就把它刮开了。鸡叫。抽到9奖，我刚抽到的时候还愣了一下，想说12345678910，感觉9很接近1，应该很有机会。然后没有想到，刚看了一下，9奖就是他最后的一个奖项，也就是安慰奖，至少都会有9奖啊。对，所以我抽到的是OK 的折价券，看下一包有没有不一样，而且有没有中到大奖。好，这是第二包的福袋，那我就直接把它打开咯。浪味仙，它会不会里面都至少放一包我们熟悉的零食啊？对，它这个是浪味仙，另外一个就是张君雅小妹妹的休闲丸子。哦，它这个是曼陀珠，然后一样有3包可爱的面子，茉莉茶园的蜜茶，这个里面是无糖的乌龙茶，一样都是冷泡茶系列的。好，它里面一样也是有一个复刻牌，对，所以它的那个加码奖就是每一个里面都会有的，对，都会有一副复刻牌。后面呢就是它那个游戏的虚宝，如果过年小玩一下的话，它每一袋里面都有复刻牌哦，这样子就比较有乐趣一点。那我直接来打开它。对，刚刚没有开，那我打开这一个，看它复刻牌长什么样子。游戏的虚宝，好，游戏复刻牌，哦，我刚打开了，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开，虽然我不太懂啦，可是你看我刚这一张，它写的是它这个游戏的体验序号在背面，它后面有那个体验序号。对，我这个复刻牌打开之后呢，它后面这里看到吗？它这个，它这里还有一个输入这个序号可以领开运机，
没有玩，是不太懂那个意思，可是感觉就好像你一定要开这一个，你才可以再继续拿那个什么开运金吧，不知道，反正就是拿到这个复刻盘，你还是打开看一下。除了这一张之外呢，它里面的牌，好，它的鬼牌有不一样，然后黑桃 A 也不一样，然后它其他的牌呢，看起来好像都就是一般的这种花色，可是它只要到了11、12、13，对，不管是哪个颜色的11、12、13都会有另外的图案，这应该是它游戏里面的角色吧，对，然后后面也是这里都一样，然后后面它那个11、12、13的花色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图，对，就是有一点小小的变化，对，就小小的变化。好，还有一张鬼牌，然后它这个复刻牌可以打开看一下。重点再来就是这一张，我要来刮它。经过刚刚的经验，就是我要九之前的，我们要九，我又拿到九奖了，安慰奖。好，这就是我今天开箱的 OK 福袋，对，这两袋，然后里面的商品就是这些东西，还有它的那个刮刮卡，它那个刮刮卡上面的赠品是有期限的，包括这5块钱的折价券也是有限时间的，到2月21日，所以如果你抽到，你想用也是要赶快去用，对。然后他说它里面等值有超过300块，你们觉得有吗？我自己觉得好像没有哎。还是他把那个送的那个虚宝还有奖项其他东西算进去啊，对，不知道是怎么算的，对，还是我运气不好。好，没关系，反正我当了分母，大家的机会就比较多一点，对。然后他今年呢只有10万个，虽然他的大奖呢是旅游金10万块，可是他福袋只有10万个，中奖的几率应该也会高一点吧，不知道，每一家便利商店他们的福袋都有不同的想法，对，所以很难去比较出来真的好像哪一个比较好，因为可能有的商品比较好，有的是抽奖比较好，有的是汽车比较好，对，有的是很独家。好，没关系，就是过年嘛，如果大家想要试试运气的话，可以去便利商店买福袋来试试手气。好，然后它的一个100块，如果你不要以300块来说，100块至少感觉还是有回本啊，对，就是好玩嘛。好啊，如果有中奖的话，就是你运气好；没中奖的话，至少保底了。那四大超商2020的鼠年福袋都开箱完了，大家有想好想要买哪一家的福袋吗？快要过年了，那个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浓厚了。那就先祝大家新年快乐，祝大家中大奖喽！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欢迎帮我按赞、留言、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